看布袋戏欧英语，轻松有趣，哥不会忘记。叔叔 ，I cook you tonight， 五零你。哦啊！你这垃圾猪啊！平常时你要吃菜是吃菜，我拢会使当作无看。今日既然要甲师傅煮来吃，啊好啊，该拍你！等下这顿嘛得开晒。大叔兄，你五岁啊啦？我讲六岁、七岁嘞，啥物五岁？真的啦，你听我解说啦。啊，爱吼就是我，酷克吼就是煮。又就是你，春奈吼就是今仔日暗顿，我要煮予你食，就是爱酷克又春奈啦。我阁补一句予你，我袂讲哦哦。咱看美语老师安怎教？哎，猪八戒真糗，想要唠英文，还被孙悟空骂一顿耶？为什么啊？不就因为他英文没学好？让我们来看看 cook 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吧。Cook 是煮或是烹饪的意思， Cook 某物就是煮什么东西，例如 Cook a meal 煮一餐， Cook dinner 煮晚餐。如果你要说为某人做饭，应该要在 cook 后面加上介系词 for， Cook for someone， 例如 I cook for my family every day， 我每天为我的家人做饭。所以这句话的正确说法应该是I'll cook for you tonight. 我今晚将为你做饭。观众朋友学起来了吗？下次见哦。